老爷，夫人生了，是男是女？不知是个什么。怀胎3年6个月，生下这么个东西，恐怕不是个好兆头。 Thank you.
李总兵，金光洞太真人向您贺喜来。添了一个不成形的小人儿，不成形也好，请让我看看。哎，谁知道这小东西这会儿跑到哪儿去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看，来呀，来呀！ 他不是在这儿吗？嘿嘿，嗯，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哪吒。谢师傅，师傅是神仙，定和小儿有缘，就请仙师收为徒弟吧。俗话说，神仙也是凡人做，只是凡人心不坚，哪儿有什么神仙呢？ 我只是爱打抱不平，好开玩笑的老头罢了。你父亲既然有意，那我就收你这个徒弟了。哦。 以后有什么难处，到金光洞。谢谢师傅。来，后会有期。 儿啊，快走！退！退！退！嗯，哇！
外界吵嚷什么？这是因为天干地旱，他们求大王星云不雨。这就是他们送来的贡礼。去去，谁稀罕这些猪羊果品，要他们送童男童女来，否则滴雨不下，巡海夜叉。在，快去催讨。是。洗个澡啊！咦咦，哪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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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小妹，哪吒哪吒，给我骑一会儿，我也要骑。好，你们都骑。哎哎，好，走吧。陈塘关的老百姓真不开窍，大王要童男童女，他们偏偏送那些东西来，害得老子还要跑一趟。哈哈，瞧，送上门的买卖来了。呆，你们胆子不小啊，敢在龙王眼皮底下洗澡，犯了天条。哼，跑不了了。哎呀，哪吒哪吒，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，要换人了，要换人了，啊，救命啊，哈哈哈哈，抓住一个。哪吒哪吒，小妹被妖怪抓去了，小妹被妖怪抓去了，哪吒哪吒，小妹被妖怪抓去了，哪吒哪吒，啊，你看俺是龙宫的巡海夜叉，奉龙王之命办事，关你屁事。哎，快把小妹还回来，还回来，还回来。哼，还回来还不回来了，龙宫的规矩只进不出。那不行，要还要还。不行，龙王想吃童子肉越多越好，还要抓你呢。哎，好小子，你等着！这么不经打，原来是个癞蛤蟆，金车都弄脏了，我还得洗。
什么东西？报！怎么回事？报告大王，九曲湾边有一小孩胆大包天，把我打伤。哎呦！啊！这准是他干的！哎呦！谁去把他抓来？启禀父王，孩儿我去。呸！父王，这小子大概吃了豹子胆，竟敢在太爷头上拉屎。俺去把他抓来，剁成肉酱。给他点厉害看看，遵命。伤了巡海夜叉，是我，陈塘关李靖的儿子哪吒。你是谁？啊！你这光腚小子有眼不识泰山，俺是龙王三太子敖丙。慢着，你们把小妹还回来，咱们没事儿。哼，已经在肚子里了，哈哈！啊，你，哼哼，上啊，抓住他，剔骨扒皮，吃虫子肉。我扒你们的皮，抽你们的筋！哇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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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抽你的筋，看你还害人不？哎，这玩意倒挺结实，给爹爹系盔甲。臭皮我不要，去。李靖啊，李靖，我要把你全家杀光才能解恨。老爷，龙王敖光有急事来访。啊，不知大王驾到，失迎失迎。你纵此行凶，搅闹龙宫，打伤夜叉，打死安太子，你还在装模作样。龙君错怪了，他才七岁还小呢，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。不会？哼，再大恐怕连俺都熬汤了。啊，别发火，请坐请坐。别来这一套。叫哪吒进来。叫你呢。哎，就来。爹爹。拿的什么？海边洗澡，忽然出现一个夜叉，撞成小孩。好啊，不打自招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啊，这不能怪我。不怪你，啊。糟了，还糟了！你怎么敢伤害天神龙种啊？是他们先动手。俺，你诬赖别人，俺今天要你的命！慢动手，慢动手，慢慢慢动手，往哪儿跑？孽障，还不快向龙王赔罪！不不，他们不讲理，成天祸害人。
哎，小无赖，俺不杀你还了得？你再打，我就给你点厉害看看。好啊，俺到玉帝那儿去告你们父子。哎，完了完了，告到天庭，这可怎么得了啊？对，我找师父去。师父，你这回可闯了祸了。这祸嘛，闯得不错，有点道理。可是龙王凶狠狡诈，不会饶你，还会连累你的父亲。我干的事不连累爹爹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这孩子倒也懂事明理。好，你过来，你赶快到你的。去吧。行凶，伤害夜叉，打死俺家太子。你撒谎！夜叉抓走小孩，敖丙先动手打人。禀告天神，这可真是冤枉啊，冤枉啊！你戏弄龙王，还蔑视天庭，罪上加罪。不闹了，你还要不要童男童女？不要了。
再要天诛地灭。你不要骗人。不敢。你要下雨。不许你祸害人。不是弄死你祸害人。你再撒谎我可不饶你。不敢撒谎，不敢撒谎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把他制服了，他认输了。啊，你可真是胆大包天，敢打龙王。啊，爹爹，爹爹你。哼，来人呐，在。把他绑起来。是。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。请三位兄弟来商量报仇大事，愿听大哥调遣。在此有话好说，看在百姓面上，请四位尊神不必大动干戈。叫哪吒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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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不好了，事情闹大了，你快走吧。还不赶快跪下！爹爹，你把乾坤圈、混天绫还给我，我去收拾那帮妖怪。该死的畜生，还敢犟嘴！哪吒，还我太子！你等着，我还给你。请龙君息怒，有话好说。没什么好说的，把哪吒抓来。嘿，人在他跑不了，把他就地正法，不然灭你全家，毁你全城。这哼，逆子，父母骨肉养了你，你反而连累父母，留你何用？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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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！哎，老爷，使不得！老爷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老爷，天命难违呀！李靖，事情还没有完，年节要祭祀太子，按时送童男童女来。
弟兄帮忙为小儿报了仇，今天为诸位庆功。请请。Thank you.
吒，你长大了。师父，我这就去找龙王算账。等一会儿，你看。去吧。惊慌！报告大王，哪吒闯进龙宫，只见一道白光砸下宫匾，杀进来了。哎呦！来喽！别慌，别慌，你们见鬼了！你们给我挡住！是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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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